辆专车呢，对我有很重要的意义，是我和我的前女友，那个被我抛弃的女孩，一起买的。我今天把她推上来，就是为了向她告白，希望我们能一起骑着这辆单车，一起回到从前。那怎么会被你抛弃了呢？我是在一家酒吧工作，其中呢有一朋友呢，就想通过我把一些酒销售给那些哦，老卖板，酒，但这事儿是违法的。但是他这块也是有代理权嘛，我就是帮他搭一搭话什么的，毕竟我手上有资源了嘛，时间久了，后来这一半年多吧，从一个穷小子到一个手上有大概都赚了有100多万，换了车吗？换了辆车，换了什么车呀？说说听听。换了辆30多万的三系宝马，挣100多万，你看看这钱来得多快，肯定得可命的造啊，是啊。造。钱来的真是越来越快了，很对，顺工作，啊，身边呢围绕我的女孩也越来越多，苍蝇就来了嘛。我还干过一件非常可人恨的事儿，我跟她好的时候，同时还跟两三个女孩同时在好着，而且两她，三个女孩一车，然后我对凌月呢也越来越的挑剔。就是看他这儿不好那儿不好，时不时的还说他两句，就现在想起来，我真的挺混蛋的，挺不是人。今天什么悔改了？你是不是钱已经造光了已经？啊？不能说是造光了，是生意亏本了。给。对，因为我没有钱了嘛，慢慢的也是一些酒肉朋友就疏远了我，而且成天围绕我屁股后边转的一些女孩嘛，也是因为钱才跟我在一起。这肉都没有了，那个苍蝇蚊子当然走了嘛。我觉得一个人那会儿觉得真的挺孤单的，直到那天我想起了这辆单车，才想起了我们那些往事。我真的越想越自己越混蛋，越不是人。春风得意时的浪子回头最珍贵，穷途末路时的暂时投靠最虚伪。我受不了了，我忍不住一会儿上去抽他，真的。有些事儿啊，他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我觉得你就接受现实吧，别再去打扰人家姑娘平静的生活了。浪子回头金不换，在我看来是可以支持的。那个财富得到的时候，他什么都经历过了，而当他突然失去的时候，他想起的是他的初恋。一切的浮华背后全部经历看过之后，他更懂得的是珍惜，所以我们应该支持他。那凭什么要让他的前女友为这样的事情买单呢？凭什么？对于前女友太不公平了，是不是啊？就这么一个人，就这么一个混蛋，你只有经历人生的挫折，你才会反省自己，哎，我当初真的做错了，我才能够看清楚身边都是一些什么朋友。有钱的时候围着你，没钱的时候人呢？去哪了？你为什么说在失落的时候才会想到你的前女友，而不是其他的什么工体的那些女孩子呢？因为你知道你没钱了，人家不会跟你了，只有你的前女友才会踏踏实实的跟你。这不是拿人家女孩当一避难所吗？我要是她的话，我觉得我根本今天我都不会来，我怎么可能接受这样一个人呢？这个金钱挣了可以走，再可以挣，可是这个情感，这个让女孩子受的伤害，你怎么样去平衡？诚心的来向她忏悔跟道歉，我觉得这个绝对有必要。但是你挽回她的心，这个基本上是徒劳了。所以我断定今天她的女朋友是绝对不会来的，因为当年她太狠了，谁能够受得了今天还能够面对你啊？绝对不会来的。相反，我觉得她女朋友很有可能会来，因为当年她呼风唤雨的时候，她女朋友明明知道她有劈腿，还一直在旁边一直陪着她。另外是你提出了分手之后，女朋友才决定跟你分手的，所以我觉得你女朋友她天生就是爱情原则会比较低一点。她现在来就是为了要赎罪的，想跟她重新开始。她已经知道自己错了，为什么不给她一次机会呢？我真想把这辆自行车让编导推下去，因为这是不利的道具。啊？我觉得挺有心计的这个人。只要能把它换回来，让我当初你走的那么决绝，今天又用一辆自行车来勾起别人的回忆，我挺不赞同的，雕虫小技。真的要是爱对方，拿什么道具啊？主要是别说，再说我真的把它推下去了啊！站在开启告白之门的按键旁边，问你几个问题：如果他要是今天不来，你还会持续找下去吗？会的，我会去他所在的城市，直到找他为止。如果她已经有男朋友了呢？没有关系，如果她过得真好，我会祝她幸福。不过，在之前我一定会向她先道一个歉。如果她坚持不原谅你呢？你终身不娶吗？
会，在她没有男朋友之前，我还会一直求她，求她原谅我。那她要是愿意跟你和好，你是不是愿意把经济大权都交给她来管？那是肯定的，让她放心吧，不会再像以前那样那么浮夸。你这人就是欠管啊！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请按键。刘月，对不起。刘月，把你的手放开。来来来来，介绍一下自己。大家好，我叫林月，来自东北。东北女孩啊，你来了以后好像挺不高兴，你知道你来干嘛吗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来，因为我们已经两年了没有联系。这几个月她突然又给我打电话发信息，说她现在落魄了，现在身边的朋友都走了，然后说挽回我。完了，我看见他这样我就知道今天完蛋了。说你哭什么呀？没有，就想起以前他对我做出那些事。他历历在目啊。对，他当初做的特别绝，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每月工资只够吃饭交房租的，但是我没感觉说辛苦啊，但是反正很开心，因为我感觉他够爱我，然后也够疼我。可是就是后来有了钱之后，他就突然就像变了一个人，每天在外面就是花天酒地的喝酒啊，然后也不回家，打电话也不接，然后后来居然就是劈腿，然后还把他的那些外面那些女孩领到家里来。他还领家里边来？你还在家呢？哎呀，那你今天来干什么呢？是我就不来。他说他现在落魄了。我说看他现在什么样到底什么意思。你这两年有没有期待等着他的电话打来？刚分开的时候有吧，刚分开的时候跟他哭过闹过，然后甚至为他就是差点做出什么傻事什么的。还有伤啊，我看看，是这个手是吧？哎，这手真的有伤。哎，这是什么伤啊？这是一道、两道、三道、四道、五道、六道、七道、八道、九道、十道、十一道、十二道。哎，这是你自个儿弄的？哎，刘月，不，你先问一下，这伤跟你有关没有？有关。刘月，你记得吗？你还记得这伤啊？我记得，真的，我当时不应该那么狠心。不应该看着你流血我不管你，真的很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因为我不是人，我对不起你，我真的很后悔。我觉得我失去你是我这一辈子最大的损失。你别急，我给你时间让你自己慢慢说，好吧？接下来是王月的告白时间。林月，谢谢你今天能够来到这个舞台，也谢谢你以前对我那么的好，照顾我的饮食起居。我知道你很恨我，恨我当初那么狠心的抛弃你。现在呢，我已经遭到报应了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身边有酒肉朋友，还有那些因为钱才和我在一起的女人。
钱能收回来吗？你对我造成那么多伤害，你现在跟我说这些有用吗？我怎么相信你啊？如果生意没亏本的话，你会回来找我吗？可能不会，但是现在我很庆幸这次让我明白了很多道理。现在还年轻，我不想等到以后老了之后，你也结了婚有男朋友的时候我再来找你，那时候已经晚了。我觉得现在我还来得及，所以请你原谅我好吗？我希望你能再次回到我身边。算了，你还是我不想再提。这次回到我身边吧好吗？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也看到了，我今天能当这么多人面去说我那些花心劈腿的事情，我相信你也知道我肯定鼓足了勇气，而且也想得很清楚，我还会像以前那样骑自行车带你说笑笑的那样在北京城里转。明月，我请你相信我。怎么相信你啊？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成天的这么浮夸到哪去玩，如果挣了些钱我都会让咱们给你过上好的生活。我嘴也笨你也知道，说不出什么。可是那我问你，如果之前你那么对我，我躺在大街上喝了那么多酒给你打电话，可是你接起来你都不理我，你说我耽误你跟女朋友约会，我去找你，你把锁都给换了，给你敲烦了，然后你就把门开开了，我躺着那么多血去你家找你，你说让我滚。是，我知道我当时很混蛋。当时如果现在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医生说我这条胳膊就废了，因为当时都露骨头了，你看不见吗？我还会像那以前对你好，我还回到以前那个善良纯真的我。你以为拿破单车你就能挽回我吗？你现在这么惨，你活该。我知道我这回报应，但是真的，我今天真的后悔了。赶紧走吧，别在这站着了。王月，我觉得你也不要在这儿徒劳的去告白了。你做的对他伤害的那些事儿，不是一句对不起就能够解决的。而且你今后会怎样，谁能保证得了？如果你再给他任何一点伤害，可能这个女孩子一辈子都完了。你放过他吧，好吗？我在这里向你保证。原谅我吧好吗？对不起，接受不了。曾被无情伤害的林月来到现场，面对面的拒绝了王月再度的追求。或许只有这样，林月才能真正的放下伤痛，在曾经刻骨铭心却又痛彻心扉的感情里，最终选择理智离去。我们祝福林月在放下旧情之伤后，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，同时也希望王月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中能够踏踏实实做人，认认真真做事，